那么我们10月份的合并营业额是273亿9067万元，比上个月来讲是增加了13亿2815万元，成长是5.1%。那么其中的量差呢，销售的量差是增加8.8亿元。那么这个量差呢，主要是增加的是在化工的产品。然后销售价差我们增加了4.5亿元。那十一月的合并营业额，这个是544亿1816万，比10月份的524亿9977万增加了这个3.8%，增加了20亿多一点。其中这个销售量差增加了9.8亿，价差增加了10.3亿。